2015年4月30号下午3点10分，我们过了那曲，现在再从那曲继续再往北走。再往北走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样都是荒芜的一个草原，也可以看到这随着的安多。那在整个青藏铁路啊还没有在通车之前呢、青藏公路是游人进藏最主要的通道。青藏公路从青海首府到西宁出发，终点站为青海自治区首府，全长1947公里，整段路大多在海拔3到4000多公里左右的公尺左右的部分，而且中间翻越了4837米的昆仑山口，以及5700公尺的唐古拉山口，还有跨过长江上游沱沱河。所以从青藏线的西宁到西藏有不少风光啊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如青海省的西宁的塔尔市、道塘河附近的青海湖，还有鸟岛、沿海，还有不动泉跟五道梁，还有一个中国第一个自然环保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等等，这非常非常的棒哦，给大家欣赏一下。还有没有？我的行李箱。够热啊！对啊，它那个装的那个水都不热。你放冰箱还是我拿上去？啊？放上面是？当然，贵州梦应该放上面。你看，你躺你睡着没关系的。那你不好躺。不会啊，一起躺没关系，看。快看看，没关系的，你这样，可以了。1点15。一点那可能要坐机场等我们了。因为我们两个点坐到机场来不及了。可以啊。午餐打包。大概一点嘛，也在，他们坐3点多的飞机，我们在2点到。然后就我们在餐厅打包的。他等于就在机场接着就飞了。车上好多人啊。真的还舒服。因为有夕阳啊。对啊。你看，万一他坐火车更不舒服。现在我头都在痛，他会更不舒服。